有接呢，我昨天没接呢，怎么会这样？Hello， 我今天是偷偷开的，开着录影，然后顺便练个雾灵式。哦，对哦，要去海洞。变 mark， 异变与 mark。我靠，这是。职业真的好可怜啊！耶，青蛙蛋墨水汤。欧内斯特。欧内斯特，坏死！怎么办？快大自然的带啊！哦耶啊！看看，现在要打。四楼的马克跟异变鱼，然后还要贝奇跟人鱼嘴巴没有嘴巴。刚刚想想也是，我开大只的来，然后他就回那个任务拿经验就好了，不用在那边。打得要死要活的，没有嘴巴，嘿，嘴巴，没有嘴巴。好，一起打，完成了，不是还差人鱼嘴巴？没有人鱼嘴巴。怎样都没有人鱼嘴巴，才有可能会掉嘴巴。我已经刚打那么多只人鱼士兵，然后现在没有一个掉嘴巴的呢。哎呦了，很辛苦这里了。好，然后就先去去回三楼的偷甲。哦对哦，为什么不带那个就好。我刚没有想到我是有那个影子的偷窃盾，但是用那个的话会扣 SP。 OK， 哟呼啊，我接一下那个好了，古城的啊，我的蛋在跑。有组队呢。
它是前面的艾斯技能，如果要放一次的话，才可以放一次艾斯嘛。然后后面如果要再放的话，就是后面如果要再放的话，就是我还要再按一次艾斯的技能，然后才可以再按艾斯嘛，是这样的。前面一定要有个接技，像拳皇那样。Oh my god！虎王爸爸就是这么强悍呢。OK 的 ，OK 的，来来，哦哦哦哦哦哦，他要死啦！他要死啦！先回去帮他补个血。滋滋在那里干什么？滋滋，搞什么东西？那个滋滋，给我坐在那边，我要生气了！我在那边打得要死要活，你给我坐在那边，嗯？现在人又没组满啊！被我发现你是在偷懒，你就死定了！你不要，你不要乱管！真的、哦，你被我发现看到你在偷懒，你就死定了、哦。没有叶子啊，我没有办法救他。爱莫能助啊！同志，我爱莫能助。啊！我现在才看到了聊天室，感谢你的好心肠，一定会有福报的。这样他还可以再死三次。刚刚有点失策耶，我刚开台之前没发现自己已经有呆呆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所以我昨天应该是有把呆呆打完，然后我接了呆呆，然后我还一直跟他对话，以为我明明就没有接，然后那时候呆呆就已经开了，我不知道，所以前面打海洞那边稍微浪费掉。凯阿西凯一泽特平安快乐点满。因为我是在想说，前面因为只有艾斯玛可以就是打怪，所以我才点的。我在先前我有稍微看一下那个大秦的那个猎灵的影片，他是有给我们看他点了什么技能，对，他后来是没有点这个技能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如果不想买佣兵的时候也是要自己打。那我既然点起来之后，我之后再去把它重置掉，就很麻烦啊！我的拳皇也是重置两三次了。怎么会这么搞笑？法系用圣火罐加火焰秃鹰。等一下啦，用什么圣火罐啊？我们就是要克服没有圣火罐，要自己想办法练啊。前景堪忧啊！我这本书要练完了，我还是没有85。战短，为什么我不能双手都拿短剑呢？哈？我为什么两只手不能都拿呢？两只手都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魔豆哈牙菇。魔豆哈牙菇，魔豆哈
牙菇是什么？老师在讲那个外星语，我听不懂的。魔豆哈牙菇 SAO 是什么？SAO 刀剑神域啊，刚刚那个魔豆哈牙菇是什么？对啊，我有穿的呢，你拿的这把怎么会这样？原来你才是死神派来的，要把我带走了。你这样不行啊，我死了你要全权负责的哟。我不知道呀，我觉得虽然结婚的练功是很快啊，但是没什么游戏体验，然后那个等级就在那边一直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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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往上跳，就这样而已。这才是老实话。所以如果是别人不想练等的话，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快的话，那就另当别人，但我自己还真的没有想过自己练一支结婚代练。我刚刚也是讲讲，但我又不能对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像我就不介意说现在游戏搞不好又在织妹什么之类的，因为搞不好就被我说中，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。哎呀，不在的人也被我黑一点啊，好好笑哦。哦，我今天练得很认真耶，今天异常的认真。